走喽！让我们欢迎种子队伍火狼队出场。真的？怎么可能？嗨，好久不见！为什么怪鱼会长脚跑到陆地上来？你们之前对我所做的，我会加倍奉还哦。你好，我们要弃权。弃权要赔100万哦。虾米？那我们要换人。换人视同弃权，也要赔100万哦。社会真险恶啊！龙冠军战即将开始，由刘海虫、小眼鸭领军的秦皇朝。挑战由天狼神怪鱼一号领军的恶狼队。呜呼！比赛开始。先声夺人，看我们的口臭攻击。比口臭，我不会输的啦！万年口臭。不，这也太臭了吧！臭到虫的感应力都失效了。感应不到他们了，只好听大大指挥了。下路，上路，舒服。打了这么久，终于确定一件事：大大根本是反指标，他指挥的方向都是错的，怎么办？是不是该出绝招了？嘿嘿，好呀，一定赢的啦！我先用哑语跟达达打下暗号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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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呱呱呱呱呱。各位观众，刘海虫、小眼鸭要出绝招啦！绝招好，等你们。等我们很好，小白伯老皮的姑给我们等着。哦哦哦！刘海虫、小眼鸭摆出了非常奇特的姿势，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绝招呢？好期待哦！常青树果实副作用解除。哦哦，太好了，正是时候，耶、yeah ！